我们要懂得果报，今世之苦是上一世我们还没修好，今世的福报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，因为别人上一世积福积德。中华传统讲，地球那是运动的，一个人不会永远处在倒霉的位置。佛法讲世事无常，其实社会很简单，是我们的人太复杂了。俗话说，没心没肺能活百岁，问心无愧做人不累呀。生活有时候像冲凉一样的，你的水龙头方向转错了，让你进入水深火热。现代社会和人的相处总是让你感受到忽冷忽热，学会随缘改变，否则你一定会伤风感冒的。昨天是历史，今天是开始，不努力你明天一定不好使啊。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摆件事物当中，经常看见有一个叫三步猴的造型，三个孩子，三个猴子成的半蹲的姿态，憨厚的可掬的样子。第一只手，第一只猴子呢，拿个手呢捂着你他的耳朵，第二只呢用手呢捂住嘴巴，第三只用手蒙着眼睛。这个三步猴的造型其实就是表现了佛家的思维和思想啊。三只猴子分别代表我不说，不说他人之事，我不看，不看世间的繁杂，我不听，不听嚼舌之音。这个三不猴也表现了传统的儒家教育，那就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呐。所以对于让人厌恶的行为，我们不要去看；对于闲言杂语，我们选择不听；对于伤人伤己的话，我们选择不说。所以做人，如果能够懂得提醒和常常的用三不猴告诫我们，无论在工作中还和别人打交道当中，都要小心翼翼，遵守这三只猴子所代表的三不之道：不该听的不听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看的不看，就会免遭是非，免惹争端，平安吉祥啊。敏感的人好比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世界，所有的美好都让它扩大了，所有的丑恶也让它加倍看到。学佛人要控制自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，有时候一点点的甜让我们看到了甜到发齁，碰到开心的时候，很多人高兴地发狂。生活一点点的苦难让他变得痛不欲生啊。所以自己的心情犹如过山车一样，我们活得像个双向障碍的脑残人，站起来蚂蚁一个都看不见，蹲下去看到蚂蚁一大片。所以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个20岁的大学生，在北方
将一男一女当街杀死并刺伤劝阻他的行人，然后他自杀。遇害的也是一个大学生，因为移情别恋被杀。抢女友那是自私的行为，杀人者也是只知道自我的感觉而已。所以美国各名校的大学生自杀事件也是频频发生。美国大学平均每年约有1100名因忧郁症引起的本科自生自杀。在布里斯托大学20岁的学生叫 Justin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大家想一想，什么叫我执啊？就是一切以我为中心，执着于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面子、自己的想法，时时刻刻以我为中心。所以夫妻吵架，因为太太认为他是对的，先生认为他是对的，所以就没有解决之道。所以保护自我的欲望越强，就追求自我，尤其产生了种种的对立和烦恼。想不通是想自己想的太多，所以佛法让我们开悟解脱，一切在变化当中。因为今天不好了，不代表你明天后天不好，学会调节心态，犹如对冷热，穿的衣服多和少一样，很简单，这就叫随缘呐。